好啊，各位大家好啊！嚟到剑阁之战呢集，嗱唔好睇落去咧，好似话哇，成个地图睇落去好似对方啲军队几疏落咁样，一睇到就知道冇可能啦。去到后期嗰啲嘅，即系去到后期嗰啲嘅关卡边，有可能系会少人噶。谂都唔使谂啊！肯定咧伏啊，肯定伏埋几百万支部队喺度等紧你。哎呀，咁快涌去依边添，因为啊唔得，都系唔得，有冇办法咧？依度119，有冇办法可以早啲整死佢咧？不過都係扣得個31，唔得啦應該。唉，可惜可惜。如果咁就唔好咯喎。哎呀，哇，好唔顺啊，打得！啊，点解一开始已经喂会觉得系打得唔顺咧？因为其实系呢一关咧要行得几快嘅啲人，即系无论进退攻守咧都要系快。快咧就好麻烦，啊，同埋咁样，唉，真系变咗白打啊！呢个回合，试下灼热，踢佢！咦？比较难，比较难搞呢度啊！而家我就谂紧啦，有乜办？有冇办法系呢度扣50？
好啦，咁啊好啦，有即系要有人系射到两下，有人射到两下咧，个就有机会拆到个炮车。当佢得翻一架炮车嘅时候咧，其实就整件事咧就易好，就易搞好多啦。喂，可唔可以唔好咁废啊？阿曹操大人，唯有试下冲落去呢个位置，有冇其他人可以用下计啊？咁嗰啲咧？好用输送。因为个情况系咧，一定要尽快啊！30个回合，我唔系净系杀呢度啊，我要杀好多人啊！跟住有冇啲咩好落樽啱啊？诶，算啦，行前啲。跟住加个小补给俾你先。劈佢两嘢。唉，真系。算啦，照食。即能够快就要，能够快咧就要快噶啦，呢度啊。初匿入營先，
大衝到呢度要小心啲啊！即係爭取啲回合數，就係攞嚟咁樣用。樂俊留翻喺度，狂德就向前衝。呢度咧要留翻部分人喺度。但係先術士要過啊，要過關。马军师要摆翻喺度，睇下可以督走到魏延几多先。要計數噶呢度，咦130喎，130、250，誒條數有得計，啊計得掂條數，先至同佢開波。直头魏延未开声啊，已经俾我打走咗。哇，跟住好点位，攞咗个土都唔系最紧要，最紧要系整死咗个支弓箭手，咁就一切好做啦。好，暫時係咁先啊！依邊就冇問題嘅，一時三刻都哇，不過得翻啊曹操策略值唔係得翻好多啊！哇，佢竟然係只係用毒煙啊！咦，唔係喎，佢可能計個條數喎。哦，唔緊，咁啊唔驚啦。哎呀，係啊，太心急啦，冇諗過去衝出嚟啊，因為。殺啊！就要殺，然後睇下先，唐德啊，同啲步兵照打啦。
下殺到幾多先，唔係好得喎。依個回合唔能夠清曬中間部分啊，睇嚟。都唔緊要嘅，清唔到就清唔到住就清唔到住啦，冇所謂。咪下個回合先清咯。平均。冇所谓喎，你咁样打我，我打翻你一下啫喎。好，第七个回合。哦，唔使用策略值去补完添，唉，仲好。哇，咁开始切翻嚟啦。冇错，系要切，系要切军啊，而家。哦，搞掂！嗱，馬叔退兵啦，但係咧佢就會召喚非常之多伏兵啊！你諗下，依度十二未完喎，上方仲有喎。而家我哋有成周圍都係敵方部隊，成四廿支嗱。咁可以、突破北关或者歼灭敌军嘅，但其实咧，我觉得系冇乜大分别嘅、能够悭到嘅回合数咧都系好少嘅，咁所以咧拣歼灭敌军啦，啊，咁就要全部都杀晒啊，同埋咧，如果你就算突破，如果拣突破北关咧，我当你突破到，个结果咧就系你下一关咧，其实个难度系会高咗，咁不如依度咧就冇危险啦，咁但系要喺剩翻23个回合。啊！而喺剩翻23個回合，清曬所有對方嘅軍隊。咁同埋咧，最重要嘅就係咧，其實依一扎咧係西涼騎兵嚟。西涼騎兵喺呢只 game 入面咧，其實我最我覺得最棘手嘅敵軍嚟嘅，即係最棘手嘅兵種咧，就係西涼騎兵啊！因為西涼騎兵嗰、那個那個防御力又高，你好難劈得死佢。防御力高，攻擊力高，係一個係好難搞啊。總之，咁反而其他咧就唔係咁驚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好嘅打法咧就係、是，哇！同埋仲有一樣就係、是、西涼騎兵喺荒地咧，即係喺呢一個地圖入面嗰個表現特別好嘅。咁所以如果你俾佢攤開曬軍隊嚟喺呢一度打咧，其實你係唔夠打嘅會。佢又唔撲埋你嗱，所以咧即係我會揾啲人守住兩邊關口咯，利用兩邊關口去迎敵咧啊。西涼騎兵有唯一一個冇咁全面嘅地方咧，就在於其實都當然唔可以算全面啦。啊，呢只 game 入面冇乜兵種可以話好全面，因為冇計謀用噶嘛。
佢哋啲西洋騎兵係冇計謀用噶嘛，啊，所以你話好全面咁，當然唔會係啦。好十一，跟住依度，哎，咁樣啊！我驚俾佢打喎，應該冇事嘅不過，同埋幻術師，我唔想用毒煙毒佢哋住，因為啊係一係咧就咁樣，嗯，但係要睇睇先，172，啊，即都係要計數噶。如果我能夠一個回合入面啊，又放毒煙又成，我已經殺得到佢，梗係啦，誒，梗係好啦。但係問水喎，問水喎，都唔得，咁算了。上嚟用毒煙先，系咯，毒唔毒到佢都未知，唉，果然系毒唔到啊！原来系咯，毒唔毒到佢都未知，咁唔使谂咁多啦。下个回合先收拾佢。喂，太快啊！唉，落石啦！好彩有人识用计啫。都是那句 啊越快呢清了这一边这些呢，我可以将啲军力调去另一边嘛。同埋呢度好就摆呢个位置先，然后关羽摆呢度。张盒要俾个，其实小补给都够的啦，不过。反正誒、策略值有剩啊，用多少少冇損失。好，依邊啊要快啲啦，啊，同埋咧，反正都係啊，啊，爭取時間，就咁先。北邊依堆咧就未必會出嚟住嘅嚇，咁啊，如果一陣佢出嚟嘅時候，梗係揾。都唔使立敏啊，都唔使谂咁多啦，一定系揾阿张辽对付佢哋啦。喂，乐进啊，唔好咁废好唔好啊？你哋啊，俾我快啲清咗佢哋啦。啊，西洋骑兵过嚟吧。你想哦，因为中咗毒，跟住又用嗰啲毒烟啦。咁如果有剩嘅话咧，有策略值剩可以喺度用呢个嘅即系大觉醒去清咗佢哋嗰啲嘅中毒状态嘅。啊，不过暂时系冇需要，因为。如果我哋下下都每個回合都用一次援軍咁樣，其實差唔多。咦？依邊其實哦，揾龐德，係咪先？睇下佢先。哎，嗯。但系都可唔可以打中人啊？天才，唉，真系人都打唔中，喂，不过都唔系就系得佢一个嘛。
死你個盲優。只能就去呢个位啊！巨岩，砸死你啲纯红丝！待待命先，跟住许褚走上嚟。可以唔得啦，冇所谓。好，张辽再企呢度。咁呢、啊、其实呢几个回合系咁啫，即系啲西洋骑兵差唔多到嘅时候，我会转翻个阵，我希望呢度系可以快手啲清多几个咁啫。跟住呢度要睇睇啦，援军。啲純紅絲好似就唔會有即係串連攻擊嘅，咁所以咧陣係打虎就得噶啦。咁同埋嗰啲拳聖，啲拳聖都係麻煩嘅。好，就咁先。啊，咁已經打半個鐘啦，而家用咗九個回合啊。但佢啲毒煙其實佢會扣下嘢，但唔會扣得太多，所以暫時唔需要太擔心。啊，佢廿幾、廿幾、卅幾、卅幾咁扣，其實對我嚟講損傷唔大。回合都未到，我希望咧，如果喺可以嘅话咧，就十五个回合之前咧，就搞掂晒呢度呢堆人先，咁就集中精力咧，就搞掂呢堆，即系喺十七个回合左右，即系最迟十七个回合左右咧，其实就要杀出去噶啦。咁希望之前我能够将西凉啲西凉军咧吓、啊，能够清得几多得几多。呢度咧嚇，周圍阿祝融啊，咁啊佢係巫女嚟嘅，所以咧個命中率係特別低嘅，係我打佢嘅命中率特別低，唔好搞佢住，下個回合一次過收拾佢。當然我知道佢會透過去後面啦，啊，不過唔緊要啦，點位都係扣少少嘅啫。搞掂咧，曹操落嚟呢度先，让个位俾许褚。哦，成件事即刻唔同咯。我哋祝融未有机会开口，已经收档啦。啊，原本佢系有对白讲嘅，啊，而家连对白都冇埋。
石揼一揼佢先，跟住差唔多啦，冇乜嘢，冇乜嘢好做啦。咁俾个援队算啦，因为依次俾个援队算啦，因为减少咗啊，个见到啲差值已经减少咗啲啦。最好啊，俾佢啊，即系瞓一阵添啦，喺个营度瞓一阵啦，最好唔得就都冇计，冇唔得都冇计啦吓。好，暂时系咁先啦，应该系可以喺过多两三个回合，应该就可以同啲西凉骑兵就。開戰啊咁樣，而家依度應該下個回合到佢殺到埋去個關前嘅時候，都應該可以將啲主力部隊調。因為我應該我嚟緊依個回合，我再殺多佢兩至三支部隊嘅話咧，咁應該就差唔多。好似有支部隊得翻一百。好似有支部队得翻好少人咁，点解？睇下先，系佢得翻一百二十，定系我哋有人得翻百二十啊？奇怪啦，哎呀，我睇清楚先，大佬。少一個就少一個都好大鑊嘅，因為你唔好以為可以掉以輕心啊！少一個好大件事啊，隨時。樂俊，哎呀，真係70%，即係70%命中率都係會等於唔中。搞掂埋盲鑊先，下個回合先幫佢解嗰個行動不便嗰、那個嗰、那個問題。一落石咧，都系921，好似落石悭啲喎，落住石先。关羽落依度，典韦企依度，系咯，咁样嘅话一切顺利，咁我下个回合就清晒依边依啲啦，啊，比想象中要快。有保师可以无限加血咧，咁啊有得加好加下啦。同埋有时即系行军啊，就咁行军嘅时候唔需要加血噶嘛，即系唔需要话
要下下要用回復計啊嘛，咁嗰時已經可以將嗰啲策略值咧啊就補翻足啦，所以 OK 嘅暫時都。馬超啊，請聽關某一言啊，孔明已經啊已經乜嘢咧咁樣？咦，馬超同埋關羽要單挑喎、哦？大家都是五虎上将，咁边个会赢咧？啊，让开关羽，咁啊，同佢一决胜负啦，都好难一决胜负啩，唔会有关羽俾佢打走啩。睇嚟杀你真系唔容易啊！哇，唔怪之同张飞不分胜负。一支西凉骑兵，一支西凉骑兵加一个将领，我唔系太惊。啊，同埋咧，啲西凉骑兵如果喺荒地，即系喺地图中间，就头先嗰度同佢打咧，佢唔系太怕弓箭嘅啫，即系啲弓箭唔会扣得佢好多，咁所以咧就唔系好，哎呀，恶劣天气无法使用添。龙卷又唔得，因为佢喺个城入面，所以乜都用唔到，太可恶啊！但系西凉骑兵要尽快解决，咁啊呢度上面整个国城啦，医治咗啲麻痹先，国城级学识白虎，但系通常都唔用啊呢啲。啊！咩白虎计啊咁嗰啲我唔用其实。啊，同埋系咯，都唔系咁容易可以即系劈死啲西凉骑兵。系相当之全面啊，所以话。要找人塞翻嘅位，大佬。睇嚟一时三刻都未必搞得掂，不如搞掂咗呢个舞蹈家先啦。唉，得啦，即系搞掂都呢个都 OK 啊。咁啊，暂时，因为我都好难将成个关入面所有人。都擺喺即係左啊個關嘅左邊同西凉骑兵鬥嘅，所以而家咁樣差唔多。我先關羽扣咗啲先，然後翻入嚟啦，亦都哇！即係於禁會心一擊咗，都係九啊一咋，仲要係因為佢企喺個城度啊。啊！佢啲城內咧係100噶嘛，如果佢喺山地啊或者喺荒地咧，佢110咧，你扣得佢仲少。咦？咁啊得啦，個唔得喎。都系唔得，杀唔到佢，除非有啲咩计策可以，系咯，但系冇啊。反而阿司马懿呢个时候咧，应该要冥想，加翻自己啲 MP 啊，即系会扣自己50 HP， 但系会加翻即系加翻25 MP 要啊，因为。跟住落去都好重要嘅，佢喺后面要不停用计啊，攞啲石揼死人啊，咁样咧重要噶。
過好急忙嘅加血咧？暫時都冇啊。好，咁啊，依個回合就咁先。哎呀，輸送，一送輸送咧，佢就可以啊唔意回曬所有血。先下後蹲，走翻上嚟先。啊，其實都唔係好應該。唉，咁冇辦法了。點解會咁？因为典韦要在翻呢边，唉，算啦，照打咯。咁啊，应该灼热都烧得到佢。杀唔到佢啊！即系扣到佢一我又唔想咁快扣晒，因为会用输送计。如果扣得即系扣去到扣佢扣到剩翻太少嘅话，又惊佢会用输送计，咁等于冇打过。水計37级，就咁样，不如唔得喎，劈佢59，就算我打佢两次59都扣唔晒啦。算啦，不如下个回合先。咦？点解停咗噶？佢后面嗰啲西洋骑兵，佢应该一路冲噶。应该会停咗噶，弊啦咁就。即刻打得有啲亂添。唉，唯有用龐德，用龐德衝出去，引佢哋啲西洋騎兵過嚟。因為已經回合數用咗一半啊。唔可以太慢。
下有邊啲人要加血先，前線依堆暫時都唔多，加咗關羽先。睇下忍唔忍到你啲人過嚟。度咧就要有啲小心嘅要啊，因為喺呢個地形同佢哋打咧，著數嘅係佢哋。咁如果冇乜把握可以依個回合殺到佢兩支部隊咧，其實就要諗啦啊，未必係好嘅選擇啊，喺度同佢哋打。好，這個回合他最多就可以有四支部隊打到我，但如果他集中打龐德應該都死不到人的。跟住應該依度用一用援隊，加一加血先。穩穩陣陣呢，依個回合到依度就算啦。好，穩陣少少，等佢移過嚟。哎呀，咁狡猾嘅。但係回合數唔夠啊，已經。因為30個回合要搞掂佢哋噶啦，佢哋正頭先停咗喺嗰邊咧，搞到我唔能夠好快咁對付佢哋，導致而家個回合數其實唔夠。
呢个回合要搞掂最低限度两只。未必對付到佢喎。讀煙，讀一讀馬袋先。跟住再嘗試用山岩，砸死佢。132，跟住將了。啊，劈得個20咋。咁不如算數啦。唔係喎，好搏一搏。搏中咗。再搏中咗，跟住86都係唔係好得，係咯，不如射喺後面先。哎呀，按錯掣添，咁唯有整個旋風啦。原本唔想慳翻少少策略值，因为咧，而家嗱，我当呢个回合可以清晒四只，咁当然大家知冇可能噶啦。我当清晒呢四只咧，但系我得十几个回合，我依边仲有噶，我依度有六支要对付，跟住仲有依边一堆系步兵嚟噶，唔好忘记，系拖得好紧要。我一个回平而家平均一个回合，我要杀两只，啊，即系行军嘅时候，我都要杀到两只。咁你话个难度又啊？你话个难度几高啊？死佢！劈啦，少劈啦，唔理得佢。跟住依度，希望你做到嘢啦。
度就睇下先。诶，我仲有两队弓箭手未喐。然之後就睇下有冇人要加血啦，暫時都冇乜嘅，係啊，廚房有少少危險啦，都係得少，都係少少啫，加個小補給就夠啦。咁依度可以俾佢行出嚟休息一下。巨岩一下，砰！扣曬。啊，然之後上嚟啦。哦，唔好咁上啊，都係冇咁嘅必要。大補給。然之後要派盡快啦，啊，騎兵向前衝。行得快嗰啲咧，就调过去左手面清埋剩翻嗰啲人。曹操都要落水啦。咁前冲咁前，其他人都系啦，有咁快跑咁快。騎兵由於跑得慢咧，啊，騎兵由於跑得慢，冇速度同埋唔夠快啊，依三大原因咧，咁所以佢哋係需要佢哋就唔可以去咁快啦，滿重跟住佢啦。哎呀，佢應該啊應該冥想，因為巨岩嘥好多精神，即係巨岩要會嘥好多力。回合數唔夠啊！好，忍咗一隻先。你啲步兵唔出嚟咧，就仲正。
咯，李炎嚟啊，应该系啊。哎呀，打唔中，有冇搞錯啊？哎呀，死啦，仲要大補給。冒險都要啊。因為得返十個回合。其实边格都唔好得喎。咁不如呢个回合唔好打佢住。其实唔会，因为劈唔到几多，我知道唔会劈到几多。死啦！十个回合边度打得晒咁多人啊？但系唔得咧就。就玩完噶咯，唉，真系难搞啊！咦，点解会？但系冇计喎，落石都要用喎。点解用唔到山岩啊？我估。都系整佢唔死，哎呀，唔用得添，旋风啦，1882。如果用回歸計就好危險。
敌军点行先。哎呀，太阴险啦！刘典韦喺度啦，跟住许褚杀翻上去啦，可能。啱啊！咦，黄平喎、啊，唔理啊！话即系黄平啊、黄忠啊，定黄乜黄物啊？唉、哎，真系一定要照杀啊！杀唔到咁点算呢？杀唔到就揾曹操帮手啦！旋风，白旋风。好，咁啊搞掂两只，唔系搞掂一只，然后睇下依度点啦。首先整个大补给先啦，唔好咁多。咦，简雍嚟喎，杀唔死喎，一时三刻杀佢唔死喎。算了，一定要搞定一隻。咁啊，下个回合可以，下个回合可以翻上去北边啦。因为得翻两架炮车，应该下个应该阿典韦一个人已经够晒啦。招免費，唉，咁難先搞掂一隻步兵。又要計又係計數嘅時候啦，六啊六，唔得喎，六啊六加九啊七，攞攞啊九啊七一百啊幾殺唔到佢喎，殺唔到佢唔好勉強啊，用落石算啦。
用雙聊去引下佢啲人出嚟。哇！後面關羽中，黐線中一嘢扣一百十幾。带出嚟打，佢哥又好矛喎，冲翻去后面，佢咁样车轮战点点啊？喂，点搞啊？死佢！殺一隻先，然之後佢可以周圍打，因為要防得。嗰陣，哎呀唔得，又要用旋風吹佢一吹，又吹走只孫權，但係得翻八個回合。差不多啦，系咯，八个回合净系点位一隻应该都清到噶啦，唉，上去加强攻击力啊，够价，而家唔系好够砌啊。一定要加滿血，因為不夠打。哇，不要緊，仲好其實。哇，咁就唔係幾，依度就唔係幾好啦。個投石車殺出嚟就唔係幾好啦，仲要兩架添。不过佢应该都因为有关羽加埋张辽喺度，佢就冇咁容易兜过嚟打司马懿嘅，应该都啊，照计，哇，几有似你啊！好，庞德首先。
一定要每个回合搞一只，所以冇办法啦。冒险啊！因为上去拆炮车要。生日架炮车啫，依度下啲工兵下个回合可以投入战斗啦，然后就要睇依度啦。依度先换咗军先。其实换队都得噶啦，已经系。唉，唔可以成日都 miss 噶，大佬。成日都 miss 打鬼咩？火陣，哎呀，又唔得，又要用旋風。真系冇得两下添，唉，打又 miss， 有少少，有少少，有啲劣势啊！睇下挨唔挨得过呢个回合先。一来佢会用援队啦，但系唔系最大问题。最大问题系呢个回合有机会有人会被打到撤退啊！只有希望那个不是粗，哎，防御力都不错喎。好，继续庞德上去杀工兵。
點樣硬係打唔到，硬係殺唔到佢。睇先，小賊。又搞死一隻，再多援軍，咁就有啲希望啦。六個回合，加埋起血，毒煙，就有優開始有優勢啦，哎呀！咁啊，當然人啊一定多過佢啦，但系我講嘅優勢，即係比較有可能係可以喺回合數滿之前咧就解決咗佢哋。爭啲唔記得拆呢條炮車。竟然，唉，不算啦，应该唔会每个回合都拆唔到佢啩，啊，佢依边应该就会用输送啦，我相信。咦，我直头唔理啊，哇，个炮车就死都唔理啊，哇，依直真系做得嘢啊你。趕唔切啊！仲有五個回合，搞掂埋啲工兵先，好，跟住射下依只。个个见到佢仇人见面咁啊，好似下下咁大力，大大力射落去嗰个自动回心一击，个个都
要加多嘢回归。哦，咁啊，搞掂啦，啊，可以打即系打赢咗呢个剑国之战啊，并且咧可成功喺30个回合入面咧，将佢哋嘅部队全部歼灭。咁即系话咧，令到下一个回啊，令到下一仗咧就会易打啲。蜀军由成都北上，死守剑国。啊！曹操军乘胜追击咧，就突破剑阁啦。咁啊，又要揾祭坛啦。咁啊，司马懿话揾到喎。咁啊，喺边度咧？啊，东南西北四个位，北边咧祭坛喺长安一带。咁但系佢都其实都唔算好北啫。啊，长安以而家嗰个，即系西安以而家嗰个位，其实。算是西边咯，啊，就唔系好算北咯。去长安一定要经过阳平关。咩啊？长安是自己领土嘅嘛，最多兜个圈都去到噶啦。幫唔你啦 ，OK， 咁啊，今集咧節目時間到呢度啦嚇，都過到，咁啊都打咗個半鐘噶嚇，咁而家每一集咧都要打一段長嘅時間先，但係冇辦法啦，因為去到越後段嘅時間，自然就會用越多時間打啦嚇，即係越去到後段嘅集數啊同埋關卡啊，有翻咁上下長，好咁啊，到呢度為止，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